打包袋是这样穿的啊，从这个孔穿进去，拐过来，压住这个刹车，把那个打包袋插进去，啊，插到这里，然后拉上来。把这个门打开，从这个缝插进去，这里有个杆子，把这个滚轮往上抬一点，收回来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使用。